云林虎尾福安宫的唐长妈来到鹿港天后宫夜宿，有2000多位信众跟随，场面非常热闹。进香队伍看不到尽头，足足有2000多人。有50多年历史的云林虎尾福安宫，唐长妈每年都会回到鹿港天后宫夜宿，是地方上的宗教神事。这14年来用走路徒步来鹿港吸做进香这个活动。这个正面走路活动，陪着天上圣母百里行脚，大批信众一路拥戴，3天2夜要走200多公里。11号抵达天后宫，鹿港信众热烈欢迎。总共捐130万，嘉永清时代欢迎咱虎尾福安宫来到咱鹿港，回去的时阵要来聊这落水溪，寒天的时阵落水溪的水有较少，所以聊溪嘛，这嘛是真正特别的一个观音民俗的这活动。妈祖生日前，地方进香活动特别多。公庙希望在全台封妈祖之时，能把行善的良好社会风气传达出去。记者谢忠义、彰化报道。